大会。那今天受表总共46位的一个模范母亲，也是各里的里长哦，精挑细选所选出来一个模范母亲。啊，在这边祝今天所有的模范母亲母亲节快乐，也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，祝大家健康喜乐快乐，谢谢。后经他们的告诉，他们无怨无悔照顾孩子，经营家庭，让家庭幸福啊，真无简单，真无简单哦。特别搁甲咱模范妈妈，搁甲恭喜贺喜到欢喜节哈。那管监护现在一直努力在营造，就是希望我们的长辈能够在地安养，在地得到最好的照顾。所以我们在关怀据点啊，以及我们的日照中心，不断的在经营。那园林这一栋应该是在下半年就会开始正式来使用。那园林这一栋呢，也在大家的关心下，我们得到第一座彰化县的金石奖哈。那比较邀请大家哈，我们的这个今天晚上在花坛国中，明天在埔心儿童公园有明华园、苏翠凤、竹园的不同出的这个华语哈。5月11号在鹿港。亚太度假村5月26号在我们园林园南北各有一场金曲演唱，那歌星都不一样，大家可以参加。5月25号也一样在园林园哦，有这个台北爱乐管弦管弦乐团，那欢迎大家啊，在这边再次的拜托大家，一定要把身体给顾好，没有健康的身体，什么都是假的。县政府呢，这几个礼拜开始已经在做万人健检。那今天园林已经第一场了，明天还有一场哦。如果你还没报名的，也可以快点哦，明天就主动空腹去就可以了哈。最后祝福大会顺利圆满，参与盛会的所有的贵宾好朋友们身体健康，新年寿星。